高中华新闻来看，中女同济会是中华地区上届庞大的全女会组织。日前哦，伊嘛来举行着第23届、第24届会长交接典礼，由刘怡珠接下会长的职务，准备要来传承同济会关怀儿童的精神，带领这群姊妹啊，扩大社福工作，继续散布这个爱种子。中女同济会是中华地区上大的全女会组织，成员拢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女性代表。敢若是进场时，大概用半点钟的时间，阵容非常的大。我们同济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社会服务、社会公益，我们张女会都是不遗余力、全力的投入，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啊！无论我们总会制定的什么样的一个方向，他们通通由这个蔡会长的带领之下，完全的投入，刚才也做过头尔，绝对袂减做。那么我们都很清楚，这个接着这个刘怡珠会长，他过去他自己今年事业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事业家，在这样一个心有余力的一个情况，他又投入这个同济会来到这里做社会服务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巾帼英雄。中女同济会成社林会长交接典礼嘉宾分席，成林会长刘怡珠接下党政大任，将带领姊妹做会用温柔的力量来散布爱的种子。在怡珠任内，计划举办弱势儿童圆梦计划、电影欣赏、募款参会等活动。张女会在传统的女性带领下，以创新思维一步一脚印的精神，致力服务儿童与社区，服务社会，改善世界。中女会也借这届会长交接活动，表扬义消防会宣导分队以及福田社区巡守队，感谢因对社会无私的付出。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美彩虹报道。